水箱的集聚维修啊，看见没有？这个水箱储不住水，怎么放水也储不住，一会好呢，一会坏，但是坏的时候多，嘿嘿，这回又不好了啊！我看一下，我估计这个橡皮呢，它可能老化或者走跑偏。这种橡皮没有压盖，旁边的橡跟塑料件的没压盖，看见没有？我看了一下呢，哎呀，旁边的黄色的就会漏水。你这个橡皮呢，它没有边，没有那个塑料边包裹，它这个橡皮呢就会膨胀，所引起的啊，所引起的呢就会漏水。所以呢，它这个橡胶绝对要有边的，橡胶呢就不会刨，也不容易胀。要是呢厚一些的呢，它这个橡胶薄，我们换一个新的啊。新的先把它插上去，插上去之后呢，弄螺丝刀拧紧。但是个螺丝个下面的横杠呢都是不锈钢的，差的是铁的啊。这个是不锈钢的，然后把这个放上去呢，装好了，中间这个坎，中间呢先把水放进去，少放一点啊，少放一点，看一下漏不漏。哎，要下面的水不漏，你看见没有？我们这一款呢，看见吧？塑料边包裹的啊，包裹在里面。包括这个硅胶，一般的呢没有这种橡胶，没有这种是硅胶，它这个硅胶很薄的，你看见没有？给你看一下，拆下来的，跟我们对比啊，看见？它就一个塑料边，它没有那种包边的啊，边上有没有？就一个平的压在上面，它没有一个起边的啊，边呢把包裹这样子好，这样子把它插进去。哎，插进去，哎，弹两下不就好了吗？可以啊，把水储满了，哎，好，储满了哈，好，这一单呢就完成了啊，嘿嘿，看，冲一下，试一下，哎，看看，好，行了吧？哎，原来的拆下来的啊，我们把盖子什么都装上去，冲一下，呜嘟嘟嘟嘟嘟。